死ぬんだ。糟了，是山贼！女贼，你想做啥？你说话呀！此山是我开，此树是我栽，要从此路过，留下男人来。哇，俩大哥，你们是不是人？我们摔了也不知道扶一下。哎，这位好兄弟，等我笑完我再扶你啊。我们都笑翻了，他从椅子上摔下来了。你们住在一起吗？我们是一个宿舍的。大神竟然真和我一样是学生。为什么总觉得有点不可思议呢？不过三嫂，奈何以前经常夜不归宿，你要好好管管。他白天也不归宿，从来没有在学校出现过。你们的袜子藏好，我打算住到学期结束。不要回来了，不要回来了，不要回来了。难道男生真的十天半个月不洗袜子？这不正常吗？理工科男生啊，老三这种没有臭袜子的才是异类。雨哥，以前听你说黑人的电脑，难道你们是学计算机的？正解。好巧啊，我也是。哎呦喂，不会是小师妹吧？也有可能是男的。完了，计算机系九男一女，小师妹如此彪悍，难道其实是小师弟？真的很彪悍吗？我是说刚才抢亲的开场白。没有没有，挺好挺好，那效果振聋发聩，振聋发聩。愚公以前的语文老师听到他这么讲成语的话，不知道会不会哭啊？好是好，不过那个留下男人来最好改改，这里有四个男人，谁知道你要解哪一个，观众会产生误会，对吧？不会误会，不用改。